我觉得时机点的问题哦，我觉得独派不是从二零一八年的大选前就不断的在讲类似的话吗？尤其是辜宽敏嘛，嗯，大家都在讲同样的东西，那只是选后以后加深了他们的一个败选，去。 就像段宜康所说的，推给蔡英文是最懒的一种做法嘛，哈，责任全部推。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独派对于小英当然是极度不满了、啊，嗯，那是跟柯文哲有关吗？因为刚刚访问当中也特别点到，就是他们。 完全不能理解蔡英文对柯文哲的态度。我觉得，那你,你喝下喝水。我觉得，呃，第一个就是始终对柯文哲“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嗯，因为独派大体上对柯文哲也是抱持不满的嘛，哈，就说了“两岸一家亲”等等的一些作为嘛。嗯、那在礼不礼让的过程当中，还有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其实你没有看到小英对于柯文哲的两岸上面的一些主张，去做一个积极的呃批判嘛？哈、嗯，因为他跟民进党的主张是不同的嘛。那选举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绿营的支持者跑去支持了柯文哲嘛？是。那接下来就是选后以后那一次的北门会面哦。嗯、北门会面。 其实看得出来，柯文哲怒气依然嘛，所以连正眼都没有看小英嘛。嗯，<那>黑平就讨哎、欸。<laughs> 小英又在特别夸大她的北门呐、啊，说她的公那个公公共住宅做的不错啊等等啊哈，然后看起来就是好像接近于接近所能的要来讨好柯文哲的那一幕哈。但是柯文哲连脸都不赏，唯一笑的是。 那个幕僚拿给蔡英文，蔡英文致辞，啊<條>，看一下说啊，我们两个都没互动啊，什么美女、嗯、笑了一下以外，几乎你看不出来有太多的互动那更不满的一件事，就是他上午讲了那个卡管案的事，嗯，然后结束完了以后记者会，他又说了说，你看台大的问题，我就没有问他嘛，我们照剧本演出嘛，哈，是。那当然，独派对管案的放行也相当的不满。 所以你一整个家族下来，啊、你一一整个家族下来，个人独派的认为就是你小英是不是对柯文哲，为了二零二零年绿白合作的事，是不是太讨好柯文哲？哦，oh. 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到柯文哲，我想基本上的原因是从这样过来了。Oh. 但我觉得你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二零一八年的败选。 大家探究的原因，倒不是两岸的问题，而是一个你中央执政的让地方上的不满，让人民的不满，经济并没有成长，<是>大家的收入并没有增加等等，嗯、以及在政策未形成之前，什么减香灭香啦、啊，是不是要用吸管等等，<对>引起很大的争议哦。 的重大的原因，导致于说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啊，不，二零一八年九合一的败选。嗯，我觉得蔡英文那一天说了，二零一八年的败选无涉于这个主权的问题哈。嗯、我也觉得二零一八年的选举其实是无涉于主权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要拼经济嘛。对，到一句九九三年吧，好像是克林顿当时讲过一句话嘛。嗯，笨蛋问题在经济。 因为现阶段你看出来，人民的需求是一个你执政之下要让我过相对比较好的生活，是而不在于两岸之间的问题。嗯，所以你看，呃，柯文哲也当选，韩国也当选，加上了你说郑文灿也当选啊，好，你看那个呃，黄伟哲也当选，林、呃、林志坚对，所以。 呃，终究选民这一次的投票是对中央执政成效的，嗯，投票不信任票，是不是对两岸政策方面的不信任投票，嗯，更不是对我们主权该让与不该让的投票，对，很简单一件事，我相信你去问的话。 呃，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无论是民进党的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固然现在宪法叫做中华民国，但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對>乃至于说九二共识或是国民党所谓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其实我相信。 呃，我们去做民调的话，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会获得很高民意的支撑。对。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主权自己在动摇，我们自己在动摇，并没有。沒有所以，一夫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次的选举结果不是告诉大家说，哎、欸，我们就是只要经济不要政治，甚至于说对岸。 提出这种什么统一两制，我们都可以接受。应该这样讲，人民对主权，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是没有动摇的。是投票投出来的是对你中央执政对人民造没有改善人民的经济，嗯，投出的不信任票。是而我们是主权国家，几乎是，我相信大概。 八成以上，这大概是一个共识吧。啊、所以这个共识不需要去进行任何的一个投票行为嘛。嗯、就像国民党，国民党也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是>那民进党里面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一句宪法我们叫做中华民国嘛。所以主权独立是一个不需要去做任何投票的一个行为。嗯 各政党里面说我们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几乎是共识，只是你的表述的主体是要用台湾还是用中华民国而已。对。但是我们是主权独立国家，这是共识，这不需要投票所以二零一八年的投票不需要对这么那就我们人民高度共识的人去投票吧。嗯、所以我觉得独派里面 呃，如果是用两岸或是主权去做一个主轴去讲这个话的话，我觉得现阶段并没有这个问题吧。但是对呃柯文哲的一些的行为，或是对中央执政里面是不是一个该放手，你依据宪法你的四个职权。 我啊、呃，管理你的四个职权就好，其他职权是不是放手给行政院的问题？我觉得这也不是不需要大佬去呼不呼应的问题嘛。这一直就是台湾宪政,政上面的问题啦。一直是宪法上不明确的问题嘛。<是>那我们到底是不是该认真思考一件事？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体制去进行一次公开辩论的修宪？嗯。 我们到底要走向一个投票给总统，总统既有权也有责的总统制，还是我们干脆改变成为一个内阁制的国家，让权责非常的清楚，谁获得最大的选票，谁就拥有权，谁就拥有,有责任。那我们现在是好像面对立法院的是行政院，嗯，但是有权的呃总统也有权，但是你却无法监督到。我觉得。 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的去思索这样的问题。